哎，干干，哈，耶，憨憨，我是一个憨憨，憨憨，不一般的憨憨，每天起床依然要去搬砖，我靠我努力，但我不吃软饭。憨憨，他们叫我憨憨，没有关系，哥哥是个憨憨。我的三观叫我做男子汉，憨憨，毕业于三班，今早起床，哎，满满的正能量，哎，闹钟还在唱，哎，阳光特别棒，哎，我不是咸鱼，我也有梦想，想 run run keep going run run， 把快乐传播到每个地方，说唱给我力量，说唱也有不同的方向，只是不同的追求，站在不同的立场，艺术家行为俗人怎么会懂得鉴赏，每次劈叉在台上留下了帅气的背影，吴亦凡都说这很 OK， 这感觉超顶，网上出现很多议论，还有很多的话题，相比话题我更注意我的发型，别让我抓住 Tony 老师，没你好果子吃，但是我看这大碗宽面真的好吃。Yo， 弟弟们 P 我的图都 P 疯了，我的声音大的吴亦凡都懵了。憨憨，我是一个憨憨，憨憨不一般的憨憨，每天起床依然要去搬砖，我靠我努力，但我不吃软饭。憨憨，他们叫我憨憨，没有关系，哥哥是个憨憨。憨憨，挑战你的三观。憨憨，毕业于三班，享受开心，嗯，就在此时此刻。他们说我憨憨，嗯，那我就是了。我不是药水哥，喜欢把紫色药水喝。我不会打篮球，也不是那蔡徐坤小哥哥。今儿太美，这点没法配对。但我喜欢染了黄头发的妹妹。临时演员也是演员，今晚会有盒饭。喜剧说唱也是说唱，无厘头是我习惯。我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感觉特别开心。网上都在传我视频，流量让我赚现金。徐真真别管他是真的还是他太假，流量才是真的。他在购物中心刷卡，挂起了动作旋风，彩色的风暴太美。老板，我的热狗要加火腿，我就是做我自己，不管别人说我什么。吐沫喷着，以为我会输了，那你真想多了。